主料，油条两根，蒜苗250克，黑木耳5朵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小葱一根，姜一块，酱油、胡椒粉、白砂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将木耳泡发备用，油条切成小节，蒜苗中间剖开后斜切，锅中倒油，下蒜苗，蒜苗炒变色，下木耳翻炒，根据情况加盐调味，将油条倒入，翻炒均匀，出锅装盘，成品。烹饪技巧，蒜苗也可用大葱，味道是差不多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